印度由法國採購的五架陣風戰機正式服役。五架戰機在印度北部接壤中國和巴基斯坦邊境的空軍基地試飛。印度和法國防長在場觀賞。印度2016年向法國採購36架陣風戰機，其中這五架今年7月運抵印度，全部戰機預計兩年後交付。印度軍方強調部署戰機是為了迅速應對區內情況。另外，印度國防部都公布已經和日本簽訂協議，日後將會加強防務接觸和軍事訓練，亦都會互相提供物資以及服務。